已经十年了，真是好久没回老家了。世界树地区坐火车到风之围墙地区需要3个小时左右，只要下定决心，当天就能到达。但是，在瓦尔哈拉没有特殊理由就离开自己居住区是犯罪行为了。哦，据说是为了防止犯罪扩散和特定地区人口减少。高铁商务室，为了移动其他区域的人们这边的空间，一般是乘客都必须在各地区域的最后一站下车。乘客你好，请出示一下你的居民证。是，这里。因此，为了检测出区域之间的非法移民，对乘客的身份进行彻底的确认。分成终点者阿尔布斯已确认。那么，祝旅途愉快。把他们车厢的距离好长哦，很宽呐、啊。艾丽莎，这里有空位。比昂科，就算这么大，不这么大呼小叫，那座位也不会长腿跑了。你说什么嘛？我那种大呼小叫？比尔科，事事都生气就长皱纹了。没关系，我比你年轻。哼，又在耍小脾气。闹哄哄的一行横客穿市客市。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成为了纷争终结者才能登上这座列车的阿尔伯斯，这样的他对火车内的其他人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人也是纷争终结者吗？阿尔伯斯的视线不知不觉地就跟随着走过了两名女子。怎么了？有事吗？不，没事。从刚才就一直盯着我们，以为没被发现吗？对不起，不是向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对不起，女子演绎的话让阿尔伯斯惊慌失措。除了道歉，不会说别的吗？对不起，搞什么啊你？干嘛你在道歉呢？既然觉得不对，那从一开始别干这种事啊。别让哥醒了，回座位吧。哼，真气人。别在意，他也不太懂事。还好的，那祝你旅途愉快。为也是慌张失措而导致脸红的阿尔伯斯把头转向了窗边。露娜，这些人可真是吵。露娜，别多事，你安静点吧。火车上住了各种各样的人呢。出发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变晴朗，开始看到远处的国境围墙。啊，终于到了风之围墙地区了。美女哥，你要再插手就先干掉你哦。露娜，待会哭了，我可不是安慰你哦。你这是找死啊！草莓头小朋友生气了呢，要打一架吗？喂，不是害怕了吧？算了，没劲。克里斯总是叫我别跟你打，你对克里斯真是唯命是从呢。要你管，别老跟着我。不行，我是你的监护人。和父母一起生活过的故乡风之围墙地区，久别的风之围墙地区与他的记忆中的印象大相径庭，简直是个陌生的地方啊。然而最后他拥抱着阿尔伯斯的南部地区特有的温暖阳光，那他有回到故乡的实感。那就继续走吧。应该是这附近没错啊。来到风之围墙地区已经过了一周，定好了住宿的阿尔伯斯开始到处走走，去寻找适合作为纷争终结者办公室的地方。然而，籍籍无名的纷争终结者想建立一间办公室，并不是容易的事。既有实力又有名气的纷争终结者，其存在感对周边的罪犯有抑制的效果，因此很受房东的欢迎。然而，籍籍无名的纷争终结者会有机会被犯罪者们报复，其中房东被波及的个案也不少。
来，下一个谁？怪物！喂，算了，先撤退吧。啊，这里越来越乱了。这位客人，很抱歉，现在暂不营业。你好，我是之前以办公室租赁事项联系你的人。啊，原来是看办公室的人啊。我是店主敦，那先来看一下房间吧。就是这里，现在这房间有座客房。好像不错。押金是2000，月租费是100。押金2000，不是写着1000吗？你不是分钟终结者吗？那当然得收双倍了。那是。不喜欢的话，就找别的地方吧。别露出一副难办的表情。押金反正是会拿回来的。在寻找办公室的过程中，多次因为只是极其无名的分钟终结者这个理由而被拒绝。这是事先谈好才过来的，可是怎么发生这种事？月租费100，押金2000，不太合理吧？不好意思，我觉得押金不太合理。明白，但这个价钱已经很公道，无法再退让了哦。你先去别墅看看吧，改变了主意可以再回来找我。好，我知道了。不能乱花利利姑姑给的钱呢。你这臭调酒师，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德文布鲁斯，你这个老狐狸。敦看到硬闯进来的黑帮团伙，叹了一口气，就拿出手机。多此一举。看来是安装的电波干扰器了。现在才发现吗？是不是后悔了？想道歉呢、啊？但是已经太迟了。无论如何，今天都是你脑袋搬家的日子。哼，真是难办啊！分身终结者青年，你强不强？或者有毅力吗？你突然在这说些什么、啊？叫什么名字？非法架设电波干扰器，不是被当成罪犯检举的吗？阿尔布斯。我叫做阿尔伯斯·伯恩斯坦，电波传感器，但是违建设施了，是需要拆除的物件。伯恩斯坦，难道是？我不多说了，终结者阿尔伯斯，这些家伙就是安装违建设施的现行犯，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吧？那保证金就便宜一点吧。你又突然在说些什么呢？如果能让我使用这里的办公室的话，这样的事情就会全部都交给我来处理。喂，反正处理掉这些家伙也都算是你的时机啊。开什么玩笑，小子们，多说无益，全给我灭了。先看你如何解决眼前这件事，我再做答复吧。不会让你失望的。请联系瓦尔哈拉警察厅求助吧。破坏所有电波干扰器。OK， 先关灯了，对。OK， 好，来吧，来关灯。想起张叔叔说的，对付阴暗需要使用闪光弹。闪光弹。我比较好奇，分身终结者拿个愣头青，要怎么处理这种状况？要放吗？水哦，那么自相残杀。就他还是跑进来的。행운이따르면역계역계이번승리는제가가져가겠습니다
난 성공시킬 거야. 아, 보스. 지금 작은小办公室 有条 有线 电话. 有线 电话吗? 那就没必要被拆了电波干扰器就联系警察了呢. 好, 就交给你判断. 就像你说的, 该看看你的手段. 啊, 我明白了. 就那么见识一下你真正的本事吧。 这么远。 太远了啦，而且门口被挡住了。混乱，然后还打不中敌人，有个烂的。 뵙지 않기로. 시간은 돈이다. 把这只干掉。 지체할 시간이 없습니다. 포근하게 바람과 함께 사라지세요. 打电话, 快. 세상은 언제나 널 속이려 하지. 找出我箱子，胜利条件是什么？打电话。是，这里是风之围墙地区瓦哈拉警察厅，有什么事吗？这里是银色云彩线356，有大量黑帮分子安装了电波干扰器，然后开始引发暴动。明白，我马上出发，请将报警人员的身份联系方式留下吧。敦布鲁斯先生，我是沙佛莱米的物主。 拜托快点啊！哎，那我应该让主角过去，对不对？哎呀，时间是金钱，对不对？지체할 시간이 없습니다。 我还是可以去把那个。 목표로 이동하겠습니다. 그래서 막 딜을 很多. 现在才过来啊. 好啊, 还没有完. 当前位置是云社云彩街356, 三角洲分队进入现场. 这是段家的店啊, 这人一凡能怎么样? 这个布鲁斯的店啊。 现在确认三角洲小队执行作战。好，清扫时间到，纷争终结者会给你降低租金的。好，剩下交给我吧。镇压所有敌人。那里面那一只要打吗？要，因为他还在里面。 이번 승리는 제가 가져가겠습니다. 이나 분쟁中追打阿尔博士, 已经看不到黑帮的身影。辛苦了，我宣布该件案件已结束。我们分队处理完现况后再归队。三角洲分队再次检视周围，再次归队。辛苦了，对，布鲁斯。 这条街的维修费用都你来掏吧。
别在意那些话。敦叔叔，旁边这位是谁啊？过来还是不行？本来就不行，还是放弃这里，再开发权吧。不然那个大叔离开太费劲，真是比赔钱买卖。这里委托人呢？据说已经到了，但要观光一番才过来。真悠闲啊。阿尔博士，办公室你还有想法吗？右下角看来是敦他的家店。布鲁斯的店吗？实在是不建议。押金是1000，按你所说，日后这座建筑物发生所有类似事件，就不付委托费给你，给我免费处理吧。谢谢，那现在马上签约吧。不用这么着急，先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烂摊子吧。凯尔佛，好，就这样。哦，这个是任务成功，一次10块。选这个啊，99付一次钱不就好了 ？OK， 就这样。你好，布鲁斯先生。看来你的搬家行李挺多的，好好整理吧。希望你在开业前整理好。没问题，现在马上开始整理。到达一线希望地区。哦，change rate fee， 归属感。哦，这可以换是不是？可以。委托任务，然后这个是要做一些，等一下，要把做支线任务才能推线主线剧情啊。不知道能不能存档啊？这应该是有自动帮我存吧？没有存的话，我会很尴尬。好，安装书柜。状况版是吗？银车这个，好像就是报告书的意思啊，对。反正目前管辖地就这里。OK， 这是一些角色清单，很好，进来研究。公司统计 ，OK， 这是你断掉几个人这样子。这个的话，哦，先这样，都结束了吗？有没有从瓦尔哈拉警察厅寄来的包裹？是有一个很大的箱框，原来是你的，在仓库。来，这是仓库的钥匙。时间剩下不多，快去整理吧。现在就去。找到了，没想到仓库竟然这么宽敞，
当做工作室正好。那就先移开状况板吧。哦，吼吼，这电子的、哦，这 panel 哎，这么酷。终于结束了。那就还给我仓库钥匙吧。累了，请你喝吧。阿尔博士喝了敦递过来的饮料。哦，增加血量是不是？还是经验值啊？说是等我谢血的时候，那时候就来找我吧。好的，谢谢你，布鲁斯先生。意志全部耗尽后，将变成无力状态。下降的意志又透过食品。哦 ，OK。但是过饱会喝醉酒跟带来副作用。OK， 刚买饮料是不是？总公司，中控板下载资料应该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呢、啊，要不逛逛周围看看？布鲁斯先生，什么事？这附近有什么可以逛的地方吗？要说附近的话，那就是蓝地广场吧。蓝地广场，蓝地，难道是能预见未来的画家蓝地斯特？没错，就是那个蓝地斯特造出来的公园。十年前发生大灾害之前的一年，就已经将大灾害的内容搬上他的画布上而出名。当时很多媒体把他描述成预言家，那过了些时日之后，大家都开始认为这是偶然发生的巧合。然而获得人气的蓝地斯特瞬间用了登天的身价，他的画作以神的启示之名以高价流通。那都是蛊惑人们的来赚钱的把戏，自称你只要能赚钱，什么活都有人去干。确实是呢。妈，不管妈，蓝地广场是这里的人都爱去的景点，去看看也不错。你来这不久，去看看一下吧。大家都特别喜欢去广场里的生意片街。谢谢，那我去看看。玩得愉快。我外出。希望不要留恋，就不像龙神那样子、啊。龙神那样的步调，我觉得很 OK。阿尔博士到达，布鲁斯介绍蓝地广场。这个这以前只是荒郊野岭而已。这就是蓝地斯特的画作啊。画出大灾难的画师兰蒂斯特，他在创作大灾难之后，不管自身名声有多高，仍然坚持努力创作作品。是这里建成前一年所画成的画作。那这个广场也是预言之地吗？什么预言之地？只是画了幅画后，然后照着它建罢了。人们将兰蒂斯特作品中的地点称作了预言之地。兰蒂斯特那疯狂的追捧者将他这画称作为神的启示。努力在寻找预言之地，但他画的地点多数是不存在的。画中的地点不存在，竟然就是人为造出来。像我这样子市民，一直得到这么好的休息场所，其实也无所谓。不管理由怎么样，这个广场竟然被建成了，那就说明他的预言真的实现了。这个逻辑是对的。他画的这幅画虽然不存在，但后来建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他预言成真了。缺少代入感哦，也有一点点，有点像看那个什么一般的那种漫画，就是讲一些上班上学啊这种漫画。什么预言啊？自从这个公园建成后，我可是天天有来啊，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和画中一样的状况啊。可能是还没发生。年轻人，你醒醒吧！你这年纪不应该专注预言之类的。而是努力去奋斗啊！在老人经典的说教声中，阿尔博士带着苦笑折回了脚步。这款游戏跟《侠之道》就差蛮多了，《侠之道》都很有代入感了，这款游戏就没有。不过它才500多块啊，就是而且是独立工作室开发的样子。我要一份冰可可，冰可可是什么啦？我要酸酸甜甜的果汁，
对我已经这么，早知道这样就早点来了。有妹子，啊，有妹子，啊，刚好那个有妹子，阿丽莎，所以我是这么说的，我仍然是我做主，爷爷，你这应该看看那老头的表情，老人家肯定会很伤心的吧？那当然，比比，你有更好的表达方法哦。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普通普通休息区。雷，该走了，我们迟到了。别担心，还有时间。雷顿，你有硬币吗？有就快给我。还要买什么？这个。你怎么那么喜欢收集这些铁罐？因为可爱嘛。但我不说，那个戏剧图都蛮精致的。我要开动啦！那是人吗？看来找个座位要等很久呢。笨蛋，傻瓜，马绿克，你不是说你来负责做饭吗？喂，这不能说我的错吧？接下来去哪里好呢？去扑通扑通休息区歇一歇怎么样吧？嗯，那就一起去扑通扑通休息区吧。这什么名字啊？主角是个路人。十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吗？真是变了好多。为了找回过去的熟悉感，他越是回忆往事，就越觉得周围生疏。不过在这个季节飘扬的花粉，还是和以前一样。虽然城市外观变了，但是地区特性却还是原样。但也就仅此而已。这只是开始，别这么着急了，该回去了吧。就在这一瞬间，正要离开兰利广场的阿尔伯斯，眼前突然有一波黑色客车呼啸而过，紧接着是枪声、爆炸声和市民的惨叫声。怎么会这样？得去救市民！这里是分层终结者阿尔伯斯，银色云彩地区兰利广场发生恐怖袭击，请求快速支援。分镇中尉找阿尔博士，去往现场的路上出现连环冲突事故，并抵达时间预计会延迟30分钟以上。明白了，希望能尽快支援。怎么主角到哪边都会发生事故啊？是否要等待警方的支援呢？要是延误太久，市民恐怕就……感觉有这些人都会武功哎。莱顿，看来我们会迟到，还没完。目标派遣。OK。有地图吗？看一下可以。有三个区域要做。先做最近的嘛，对不对？好 ，H 是俯瞰 ，OK。我怎么帮他们啊？走过去就被发现了、不管怎么样都会被发现吧。알겠습니다경계하세요先砍他再说了。雷，就是现在，知道啦。哇！他们比主角强嘞，果然主角是废物。这为什么长得好像西索、啊？지체할시간이없습니다몇개바람과함께사라지세요他们比我们强了、切，
真没意思。哦，我刚以为这个是手机耶，原来这是一个药，是不是？哎，现在该去办我们的事。嗯，往那边去吧。OK， 帮忙完了。阿尔伯斯走进雷，开启场景活动。这里吗？알겠습니다。哎，快走吧，免得被卷入麻烦的事。雷顿，等等，喂，你没事吧？是，没关系的，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样很危险，我们一起逃出去吧。啊，我是。啊，我选这个。那个，非常抱歉，但希望你们能配合营救工作。天哪，莱顿，他让我们帮忙呢。呵呵，雷伊，你，我们有很多事要忙，你不会不知道的。拜托了，还有很多人处于危险之中，在此就会出现更多的牺牲啊。年轻人，有这时间倒不如报警啊。雷伊，别被无谓的事情牵住了，快走吧。知道了，别太急啊。天哪，就这么走了吗？啊，他愿意帮我们？什么？雷，你要偷奸耍滑？这什么翻译啊？对不起，对不起，那孩子一人会危险吗？莱顿，你要是能帮忙，能跟他完事的，对吧？哈，所有同事们不喜欢和你一起出行。行了，这事我来做，你别搞事情啊，差不多就回来吧。莱顿，谢谢哦。那好，我先走了，雷。OK。晚上见。啊，你不如留下来帮忙。我俩就不能一起帮助你，但我一个人也可以吧？啊，没关系，谢谢你。来，那我们开始喽。耶、yeah ！成功。这边有人，左边有人。哎，他，我们这是几个恶徒，先帮他了。目标로이동하겠습니다。怎么人那么多、내가처리할게可以解决两个人所以후회할일은하지마你没事吧？就快点避难到安全的地方吧。避难？不，我没关系。你还是快去避难吧。什么？我英雄艾琳会在背后守护你们的。快走吧。我不。剑，凶器。恶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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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人，靠北哦！没有其他选项，是不是？哈哈，你这个恶徒，快给我投降，放下武器，否则英雄艾琳就不会原谅你的。什么？莫非什么恶徒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像恶徒？你说不是恶徒，坚决不承认吗？不会吧？我选这个。卑鄙的家伙，果然恶徒的演技真够巧妙，但是对我英雄艾琳是行不通的。现在你拿着凶器，
那是作为恶徒的证据。哈，我没时间磨蹭，你清醒点。这个人没办法用正常的语言沟通，没错，所以我不能讲什么我是纷争终结者，请求你协助。他觉得你是北兰北兰，是时候那英雄出击了。等一下哦，这个是指说我是英雄的意思吗？好，我选这个好了。我是纷争终结者，英雄海领，请帮帮忙。纷争终结者，真的是纷争终结者吗？是的，是纷争终结者阿尔伯斯啊。待在现场被卷入到事件中了。你这样需要我的帮忙，那就说明你不是恶徒啊。好的，纷争终结者，我为你助力。OK， 赞啊！多了一个，来，我去营救市民吧。明白了，那就拜托了。我才还要拜托你呢。OK， 激昂起来了。姐妹们，你们心中有一把勺子吗？比昂克，小心啊！放心啦，不要客气，和我们一起加入勺子教吧。什么东西啊？什么勺子教？勺子教有什么鬼？원망만해서아무것도해결하지못해。有没有被发现？목표로이동하겠습니다。好，你就是命。七力升六十。악당들이여기다려라한쪽이다别安科，这是机会，躲在后面吧。知道了啦。三是什么？垂直下降。용서하지않겠다。哦，好痛哦。나이스입니다。내가처리할게。没有打破。알겠습니다목표로이동하겠습니다내가먼저간다과연도망칠수있을까风链风链这把刀好像太空战士的刀哇三千滴这么强啊하고싶은일이많아그러니이만끝내야겠어고성대는뭐야비비我那你走吧知道了지체할시간이없습니다走进比昂科在这里목표로이동하겠습니다你不是上次支支吾吾的家伙吗你是上次列车经过的难道说这时候认什么神可以让惹人烦不我我是纷争终结者阿尔伯斯，请协助九丘市民。你原来是纷争终结者吗？你就是纷争终结者啊！哈，纷争终结者，我也是纷争终结者啊！你果然是纷争终结者。这还用说那么多？为了解决现场，我们合作吧。比昂科，你是吧？我也参与啊。比
比安科，你在旁边我就不能尽情玩耍了，先回宿舍休息吧。知道了，我帮不上忙，我退出。有点弱智，这样平静状态啊，才平静哦，这都选的不好的。不过他应该蛮强的，他很强。这很告一段落，辛苦了，谢谢你的帮助。不是不是，我也是纷争终结者，这是应该的啊。抱歉，我该走了。警察马上就来了，所有工作都拜托你了。我浪费太多时间了。那个，嗯，如果不介意，能否请教阁下的姓名？阿丽莎·伊万诺娃。对啊，蓝色是不会被发现去的，黄色就是，不是这样讲啦，就是有惊叹号的，就是会被发现。蓝色跟黄色只是差在第一次行动跟第二次行动的差别而已。那请求我帮忙，大喊我是纷争终结者阿尔博士，不是吗？在最近这个时代下，我们光明正大喊出来的真是不多见的，所以记忆比较深刻。原谅独此，没关系，干得不错，不必害羞。谢谢。啊，对了，你别在意我家比安克说的话，他本来就是个这么的孩子。啊，是，我还好。那下次再见吧，阿尔博士。好的，阿丽莎。这个对话也是蛮尴尬的。英雄该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帮你而帮你的，哈哈，纷争终结者才辛苦了呢。下次也用那种觉悟行动就好了，像我一样。雷伊，嗯，还有什么事吗？谢谢今天的帮助，阿尔博士。是，请讲。今天是偶然路过才帮你的，好，打扰你了。以后可能就靠你自己了，我会加倍努力，并让自己变得更强的，就像雷伊那样。我怎么就想到小五郎毛利小五郎的那个音乐？市民状况如何了？因此，过去的市民通过治愈者和救助度过了危险时期。刚才那个孩子，救助途中遇到的吧？这位是安梅茜小姐，偶然支援案发现场的好孩子呢。在警察界一定是个有名人士啊！好像被多个纷争终结者小队看中了啊？是吗？还有纷争终结者啊，博士，是，请讲。几个市民在救助行动中，除了阿尔博士，还有几位？是。我用现场许可权让这几位加入到救助行动中。怎么说有点见外，但是不要觉得有负担，请讲。普通人若参与到现场中出了问题，所有的责任就由阿尔博士你来承担的。我清楚的，今天是因为紧急情况。好，我明白的。那些犯人们的身份和动机了吗？那方面目前还在，总之犯罪者绝大多数都从其他地区的非法离境人员，目前等调查有了结果，就会联系你，让你确认。明白了。好，就这样。早上好，阿博士。我在新闻里看到你活跃的样子，辛苦了。不是的。我只是做了身为纷争终结者该做的事而已。是吗？所以那些犯人是什么人？看新闻都是戴着奇怪面具的家伙们。因为警察调查的结果，据说是一名叫勺子教的新兴宗教组织。勺子教逗小朋友吗？不会是认真的吧？是的，至少我收到报告书上是这么写的。那些奇怪的家伙们是姓勺子的吗？看这名字就是个邪教。看来是个极端的来世宗教，据说人从出生开始命运就是注定的，还没有多少有用的情报，所以我也无法说些什么。嗯，这世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了。最近好少上来，
反正这越来越乱了，你要多加小心啊！啊，不是，多谢你的关心。来，今天喝下这个吧，挺烫的，小心点。多谢款待。Hello NIKS， 竟然在玩《纷争终结者》，我想说，哎，竟然有人知道这款游戏，我怀疑有人不知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NIKS 是新观众吗？哎，不是。比较少看到你留言。好，继续吧。我将要去哪里？员工列表，充满椅子。OK。仓库有很多东西。你就是要听到跟你打声招呼就对了啦。训练书，我现在都很少玩忍者必须死了，我还是有上线，但比较少玩。还没欠，自愿生哦。状况版终于下载完，下载完资料。南丽广场事件之后，为了配合警察们的调查，一直没能回到办公室，真的是没人啊。阿尔伯斯以前待的纷争终结者办公室中，是有许多一起活动的伙伴们，要不先收几个见习生看看。这个来加入这种没名气的小纷争终结者的公司呢？先收拾一下，再开始工作。哦，到100发会有一些特殊效果。OK。推荐等级6，哥哥，我能和哥哥们一起生活了。哦，这是主线剧情哦。喜翁，都包好要搬的东西吗？出发前联系我，我去接你。你就是喜翁啊，我是比萨。今天晚饭可是你喜欢吃的饺子呢。李翁，喜翁，能见到你们，我真是够幸运。李昂，喜翁是拜托你的。李昂，原来是李昂啊！喜翁，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你爸爸好像很生气。你可是我值得骄傲的儿子啊！喜翁，现在你就下一任党主了。毕业就回来吧，这也是你需要待的地方。快给我死回来！喜翁是妈妈。你身体还好吗？这点留言就尽快联系我吧。
应该是回忆吧。来到瓦尔哈拉已经六年，到今天应该开始努力了。老板，我闪电旋风使用，生成完毕。你这小家伙，送餐送错了，竟然说这第几回了？哈哈，是送错了。这家伙毁了别人的买卖，竟然还在笑。这个蠢货，你被解雇，解雇！老板，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对于在贵族家庭里过得安稳生活的留学生习惯来说，独立并不见容易的事。啊，好饿！这下可以不用担心钱，吃个痛快。这是犯罪事件吗？这个小学真的是……李阳哥过得还好吧？肉包子，老板，这也太好吃了吧！我会多吃的，就给你便宜一点吧。你这家伙想得美啊！母亲，这是喜用。你过得好吗？我过得很好。哎，这不是主角吗？前方有多名的敌人，请做好准备。哦，这主线剧情，那你的警察，那我也想帮忙。是普通人，请回避，这里很危险。不行，不能就这么走掉。哇，好强！闪电超能力者，先跟他讲话。알겠습니다。我是现场担当能源纷争终结者阿尔伯斯。什么？纷争终结者？正好，我叫喜优。来，一起教训那些家伙。我也不能原谅他们。非常抱歉，但这也很危险，请你迅速回避。我不愿意。我可不能原谅那些家伙们，究竟是有怎样的怨恨，他们毁了我宝贵的晚餐，不可原谅。仅仅是为了那种理由？喂，对你来说这可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全部的财产，好吧？不过逃跑说明不是普通人，那也是。人力广场事件当时有很多比我强的人。喂，你要犹豫不决的给我让开，全都交给我处理。明白了。但是，请你听从我这个现场担当者的指挥行动，因为要是出了什么事，责任会送到我头上的。OK， 不会让你失望的。OK， 我让警报所有人都知道，警察们最近很是勤奋。没有用，你现在按真理流动，怎么被追也是随着真理嘛。没错，所有的事情都注定的，不用怀疑。但愿你们得偿所望。那就这样，虽然想有你们收尾，小心点。无需担心，我再待一会就离开。什么嘛，队长逃跑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留在这里为你我拖延一点时间。真是莫名其妙，所以我说我拒绝宗教。电动汽车充电器是可攻击的危险目标。哦，哪一个啊？哎，今晚也这么乱糟糟的，从明天开始又该干什么好呢？行。谢谢你的协助，不是，也幸亏有你教训那些家伙。喜翁，你是否对纷争终结者有兴趣呢？能谈一下吗？真的是关于纷争终结者的事情吗？什么？真有太多你有兴趣吗？得靠过来，最终是拉人性教的经历啊。我现在又是没人吃上晚饭，还跑了半天，心情非常糟糕，所以希望你不要用没营养的话浪费我时间。原来是饿了啊。这个机会，行，如果可以就不要站着聊天，我们边吃边说。什么？你说什么？不是说晚餐被毁了吗？我请你吃一顿。什么？真的吗？是啊，如果喜欢你不拒绝的话，那我就不客气啦。
哦，原来第一个伙伴是西翁哦。风筝终结的收的如此了得，那种信心坚持下来，不懈地处理案件，让我能充分保证你能拿到很高的收入呢。母亲，这是西翁，最近碰到一个年轻又有能力的老板，并且被这位邀请加入了。现在都没选过生活了，怎么过一年的见习生活呢？喜用用到我们公司当见习纷争终结者的话，提供全额餐费、活动费，根据任务绩效发放奖励。什么？全额餐费？一日三餐？包括零食？当然，我会支援喜用你顺利进行工作的。阿尔博士，这不是诈骗吧？诈骗什么诈骗啊？都是把喜用你的能力看在眼里，我才进行投资的啊。行，以后像今天这样一起做事吧。好，签约吧。对我好评较高，所以打算一起工作实日看看。这是比兼职打工要安定的职业啦，请你放心吧。找到地方就马上和你联系。你靠我的小儿子，喜用敬上。好的，老板就拜托了。不用，不用那么称呼，直接叫我阿尔博士就行了。OK， 我会努力的，阿尔博士。这一天，喜欢维持一年的兼职生活，正画上句号，加入到大师公司啦！赞啦、啊！我帮他就是喜翁血海行者，他是出生于8月24号，784，阿泰尔帝国，身高一样跟我一样，体重60公斤，比我瘦。好，我看一下。零食，这好像没有。每次开始自己的回合的时候，会偶尔偷吃藏下的零食哦。之前的东西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哦。好，我选这个。然后薪水任务每次成功获得，选这个，接受。有些设定还蛮有趣的啊。博士，你来了。你昨天提起的桌子、沙发都放进办公室里。啊，我搬就行了。没关系，只要你付好钱就行。桌子是3，沙发高级皮沙发，所以每个25，总共53。不如是算钱，算的可真是彻底啊。要是像之前一样的租金一样让我拼一点是不可以的。做事的人就一定要明算账啊。是，肯定的。但是有谁要来吗？竟然在找代课用的场景。是，有一个新来的见习纷争终结者。啊，开始招收员工。一个人干的就算再累也能坚持下去的吧。想学大事靠我一个人是有点吃不消了。我永远支持你，可是租金可别欠着，比起员工的工资，租金才是第一位，知道吗？希望你们好好相处吧，阿尔博斯。啊，这样的布鲁斯最难相处了。够时期，怎么不请我喝酒了？嗨，阿尔博斯，早上好。你来了，希望。哎，办公室不错啊，这也就是工作的地方喽。对啊。我们是小公司，暂时也没什么业务，这也就是将来准备事件出动的地方。那在这之前就一直休息的吗？现在工作可真的太好了。相反的，实行是绩效制，任务失败就没有奖励的。这是应该的嘛，反正就拜托你了，领导。好，技能。这暴击也会提升哦。哇，超多细节啊！天啊，我都不想看了。好像没有什么友好度。
啊，现在小男生不行啊，香浓度太少了。那我们看一下拼个能力。